让我们一起来揭晓魏备甄别的首座。啊！你看，哎，灭火器，就是那个灭火器，那个酒没办法。灭火器箱它是金属的嘛，容易伤人，找了一个真的灭火器箱，按照它重新做模具，然后用树脂翻出来，翻完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在上面做整体的外表的效果，让它有一个时间感，有一个历史感。以往的道具的酒瓶里面不能有酒的，因为它是糖化玻璃，沾水它会变黏。现在它已经研究材料，研究到装酒完全没问题，真的是很钻研的一个老师了。真正的道具是应该是一个艺术家，他负责的门类有很多，所以他有一半的创作还有一半的科研在里头。王守义老师已经是在世界前列了。电影道具师是一个永远有挑战的工作，因为你不知道你接到下一个接到什么剧本。